嚟啦，金龍面最遙北區2013啦，有冇啲禁毒嘅宣傳句語可以同大家傾下咁樣啊？係嗱，我覺得咧，只要你為人正直咧，你唔會引嚟一啲咧吸毒嘅朋友做你嘅朋友嘅，咁所以咧，大家咧為人要正直啲，做好自己先嘅。好到 point 啊呢個，係啊，正直啊，好啦 ，Tiki 咧。我其實不係好明點解大家會覺得即係吸著水啊嗰啲即係係 high 或者好味嘅，因為咧我而家近排咧即係成日冬天成日開始嚟啦嘛，咁成日開始病，覺得食吸著水其實好辛苦嘅，咁所以又食到嘅人木木獨獨咁樣吸毒，所以千祈唔好大家。係啦，呢一樣嘢係最重要啦。既然分享完嘅話，我哋交個台俾你，可以介紹一下啲師弟啊，係咪？冇錯，俾啲掌聲啊，堂妹 Tiki、菲菲。好多人啊！我哋今日係啦，咁咧頭面見到咧兩位拎住麥嘅靚仔咧就係我哋嘅師弟啦，咁佢哋咧其實係一個樂隊組合嚟嘅，咁咧就係 Freeding 響樂團啦，咁我隔離呢位就係主音麥當啦，然之後呢個係另外一位主音子晴 Andy， Hello 大家好，係啊，同嗰個小朋友跳得好高啊，好想同你 say hello， hello。Hello， 今天大家在这里参与这个活动，希望大家都会在这个活动里面得到很多禁毒的讯息，而今天我们带来这首歌叫做《世界真细小》，也希望大家无论自己的力量多么小都好，其实都可以影响到其他人，只要你心里面想着是要禁毒，不要玷污毒品，你都可以影响到其他人的，送给大家《世界真细小》。在后面也是响乐团的其他的成员啦，打緊鼓嗰位咧就係阿 Joe 嘅，係啦。然之後呢一邊嘅吉他手 Eddie 啦，仲有 bass 黃色衫嘅 bass 就係阿 Paul， 係啦。而左手邊咧呢位吉他手咧就叫 Ever， 後面咧就係 keyboard Kenneth 啦，係啦。而家突然間覺得自己好個人 back， 我哋公司嘅合唱歌啊，世界真細小，送俾你。
一次介紹我哋嘅獅體樂團 Freezing 響樂團，多謝你哋，拜拜。好啦，呢、這個時候咧，